那个朋友们好啊，今天我都想不拍了，那时候还是拍一个吧。拍啥呢？我姑娘搁学校催来的，催说的搁同学之间催来的，说她爸爸是厨师。完了之后，姑娘想让我炒点菜带去，我想了一道菜，就是小鸡儿。虽然是小淘菜鸡儿啊，但那个肉特别紧实，剁成小块炒一个辣子鸡啊。就是我这种，不能说那种正规的辣子鸡啊，那是这种我平常炒那个特别有啃头，这帮孩子肯定能行。就是上个礼拜说的，完了之后呢，还特意买的那个塑料餐盒，我说个塑料口的装去就行了。我姑娘说还正规点，买了点塑料餐盒回来了，炒好就拿去啊。虽然学生多，但这小鸡够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扛咬扛嚼。好嘞，好嘞，开始了啊，姑娘，炒小鸡儿。现在就炒了吧？你把这扣系上了，嗯呐。看看这把这个分解它，你给它。这小鸡儿，要领就是块小一点的啊，搁这淘汰鸡就好了。这淘汰鸡好处在哪块呢？它有嚼劲儿，这块还得小。那还得小呢？那这小让你们嚼不动。啊，这个小鸡儿就这小块啊。可以。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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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呢？刚才一勺，两勺多呀，不搁三勺糖啊，这甜口的，把它炒焦，炒出焦香味儿，可以放点花椒粒儿，姑娘。可以的，花椒粒儿。嗯，别放太早了，放太早了它就糊了。拌个面呗。嗯，再放点盐啊，放两勺盐。味精盐放好了，出色了都。出色不行，现在这个酱油没炸出香味儿呢，酱油变味了。对，酱油焦香味儿。别说干嘛，干那佐料它没融进去。再来点酱。哎，有啊，尝尝。一会儿这一会儿做完，你们得给我打分呢。这不好了，都不能往学校拿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姑娘就放辣椒面子啊。放多少，姑娘？这反正行吧，这量也行。行行，那个尝尝，尝尝，姑娘，你尝，加一块尝尝，是不是那味儿？你看那个那什么呀、啊、辣度够不够？你尝尝呢。嗯，这辣度够不够哈？好不错呀。啊，好不错呀。用不用辣度？嗯，用这放辣面。不用不用，就这个啊。看看，特意整两个餐盒盖上吧。你这咋整？盖上吧，现在就盖上吗？盖上吧，盖好好的，别烫了。嗯，一个一个口的，要记不住。嗯。哎，直接了。哎。啊，朋友们啊，这是那天买那个牛肉，这嘎下两块那个，就是总能听那人说那个战斧牛排哈、啊，就留块肋巴骨这个。这还没有人家大呢，两块啊，两块肉得二斤呢，两块肉不便宜。
这那次孩子回来没吃上啊，咱们就是发现这玩意儿不得搁粗盐盐粒腌吗？是吧？咱也搁点粗盐粒啊。那玩意儿是用啊？啊，我看那个粗盐腌嘛，小一小。哎，朋友们瞧瞧这两块肉多好看，然后就行了。这么烤啊？嗯。这不能冒烟吗？不能啊，就这么的。搁上面，我在这。对。看看。原来是这么的啊。对。哎呦，这样大块儿哈。烤这大块真的是好大呀。呀，有点大。放不下，顺过来。被烤成全熟不行了，必须得三分熟了。哎呀，我爸爸好像得缺个夹子什么的呢，这玩意怎么翻个呢？我两块蘸服，哎，这我感觉把盐烤化了就能吃。盐有点熟了吧？啊，有点熟了。哎，出血了。看，有点熟了都。哎呀，等待啊！等待是漫长。有漫长的等待，长长的站台，没啥关系啊，没啥关系啊，啊我没听过，我都长长的站台，这下雨不也是吧？嗯，姑娘，你可以喝奶，可以倒我的奶。对呀，我也是刚刚听说的，刚听说，马上用上了。哎，吃牛排是不是得整点大蒜呢？啊，吃牛排啊，我不吃大蒜啊。没有人吃它吗？有，可以。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烧烤类的。对。这说你很有天赋吧？那这个也交给你吧。这擦不干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杯子里湿湿的。嗯。那变成啥了？倒酒啊。烛光晚餐。他弄的吗？嗯。我弄的。来吧，倒酒。也要学习。服务员倒酒得俩手倒酒啊，一手捧那个瓶口那边倒。哇，浓烈呀。嗯。哎，对，哎呀，得倒多少啊？那些就够了，一般就那些就是一口，就拉费的话那就老贵了，烧肺子疼。嗯，什么玩意儿咕隆一下倒出来，好像干的东西。没有啥，没有，这是出来的声响。给我姑娘馋的长啥样？没有，就是，哎呀行。那姑娘背上了，再来一个，来。我要那啥，我喝奶。喝奶吧。喝奶吧。倒满杯的奶。嗯。用不用给你那啥呀？用不用给你来个柠檬片给你插这儿？橘子片贴一个啊。来个橘子片啊。挺那啥呀？哎呀，挺是那回事儿的。那要说裂，那就是应该就是那个橙子。我找呢呢。还得留皮儿是吧？你切的方向对不对？不知道。闺女，你这一刀下去，哎，这是那玩意儿，不是那玩意儿，下一刀不好切了。是。哎呦，我感觉好了啊。虽然没有现在那油汪的啊。哇。也这边有点像，这边有点像啊。真的。那边。哎呀。啊，这家伙，这绝对是这正经古大包是绝对是几分熟那种。哎呀，这味儿好香啊。行，我。正式开始啊！正式开始哇！有脆皮儿啊！嗯，脆皮儿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俩谁先擀一个？人给我录下了。姑娘来，先给最后这种擀一刀。啊，这样呀？对，这种擀，姑娘。那边有骨头。姑娘擀了，吃了三分熟。跟着拿走吗？盘子有点晃，人家那盘子不晃啊。你这边。有点大了，你再可以再擀一刀，我看它。张嘴。哎。哎。嗯。咋样？嗯。六斤。就是这个该。你吃吧。就是这该从哪儿。我给你切。嗯。嗯嗯嗯，来，那这个没让你吃，你走。哎呀。来吧。来。
哎，你不用给我热，你给我蒸的。蒸的我得上这儿吧。其实挺好吃啊，应该真应该放点胡椒粉。一会儿再放点。拿干杯。来，整一个，整一个。我在哪儿啊？我想喝那个。你看到西餐厅，你说 cheers 干杯啥？咱是整一口，到东北了啊，整一口。红酒没有烫的哈。哪有烫的呀？烫一壶红酒。看酒。哎呀，爸爸帮忙吧，看我声音停不下来呀。没发现吗？喝这红酒还。确实得配牛排呀！啊，真牛排，真配呀！东北人应该试着手拿着大鼓棒子。他不行，就要这仪式感。你看我刚才应该整个围，整个手巾搁这块。我已经上手了。我半天也没嘎起来一块儿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多着急。该上剪子吧，你先求剪子去吧。又吧，好像也老，不像人嫩。就是有鸡。马上回去给他吃，我说你好吃，好吃哈，嫩肉是吧？嗯，妈，嫩肉。